好，我来看吼，去三。好，我恁几分钟，对面有啥介意的？好来，沙巴来。对啊，他就是这样啊。来，啊头段你问他咧。女生不吃那一套。你陪得久，陪得久，陪得久，陪得久。头段讲到这个传播，你问他咧。今麦收起，收起来，卡贝啊。咱讲这个，爱两百来，爱多爱人甲你念一下，爱两百来。啊，我安尼是收着的无？我招一个两百块，两百，两百咯，两百，无吼。两百无吼，来，我讲啦，我食两百路吼，来袂欠袂，你等下就使你用。我讲来，只吼，水就好，吼，青就好，吼，你有一个味色嘞，吼，即尾话坐三百，两百，来，吼，即尾两百，不用啦，不用问，就大概知道。开三百就对啊，只啊三百块，来，三百，来三百，三百块就对啊，迄个我鱼啦，来，三百。来三百来就好来，我要吃无一堆来三百，三百块五啊，系无？好来三百来，我讲来，啥要吃啊？要吃我就吃三百块五啊鱼，三百，三百块五啊鱼，三百，三百，晚节不保，晚节不保，哎，透早冰冰冰冰，今麦咧晚节不保，来三百，要吃花生油，好，爱吃五啊无？喂，这边嘞，三百，金德，拜拜。无哦，只还佫来。我你讲哦，佫只我也无来。哎，我你讲，趁即摆俗啦。哎，我啊，不是对个价。真的，看能卖多少是多少。即摆有无？咱外国的啊吼，唔是外国的啦，大陆买甲咱收啦。你知无？才去互崩盘嘞，啊无这是贵个惊死人嘞。哎呀，我是真正足贵的啊！我你讲来啦，我就一个三百块来，想要吃三百块。我啊，你要洗无？一尾来，两尾来啦。吼，三百，三尾三百，四个三百，五尾三百，要食这两尾有一个三百块。我啊，你要洗哦三百，有人要爱无？我爱鱼。无哈，我啊三百无要十万。先生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是哪一种的？好，来，来，无紧，无紧，无紧。要看手相还是要看面相？哎，你就是安尼啦，不是我来甲你念，你知无？一只高丽菜十块钱，无人要爱。啊，一只高丽菜哦，三百块，大家手摸咧走。我讲到恁哦，咱讲真嘞，哎呀，迄人的心态你知无？迄人的心态啦，阿姐啊，你要什么呀？这哦，来三百，来三百，出声嘛，咱讲真嘞啊，来。我讲，今麦我啊上去看一下前面，哎，来等下我啊就会一斤七三百，说不定比太平跟大甲大肚还恐怖哦。啊，听说咱不是讲无钱哦，妹妹啦。那贵州远方的就对啦，三百来。我爱三百块，好二三四。有，你分做六包好啊啦，六，来，来二四，哦，四，来四，五啦，佫一个三百，你们吃无？我爱三百块，你们吃吗？我啊，我剩只俩剩两个人啦，拄好两个啦，哦，拄好两个人啦。林雄是新的厂，我爱三百，他应该要慢慢累积他那个固定的客。可以哦，我三百无哦，来我进来，来。那林雄也算是小地方。跟台中花秋瑶来，花坛这里大叔也是做了四年才做到现在这样。几位？几位啊？几位三百？几位我帮你起点啊，妹，我你去落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几位三百块，我买你感觉。啊，你要吃无？无钱，就一支骨头啊，尔。几位三百？两位六百，三百就对啊。来，几位送你三百块？卖笑，卖笑，卖笑！你要吃无？花秋啊，来三百，三百块。啊，你好不好？来三百，来都来五位，好，三百块。好人哦，等盐酥酥的大煎都吃了，这杯我送你，三百多啊，三百块，爱不？花仓，花仓，玫瑰花的花，白仓的仓，爱不？来三百，这个好吃呢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肉质很细呀。来三百，来这边来，来，这个真好吃。因为快过年了，快过年了，大家都买很多。我们礼拜五再去大甲看看。三年啊，三。我你讲来啦吼，来去下面吃啊。我讲八啦，新加坡比较好，新加坡比较好。散户都买很多。我就吃沙巴，你们吃沙巴吼。一个人买个两三千，那就很恐怖了。我买沙巴啦，买沙巴。一定要买到破万。哎，一来两来啦，三来四来五来啦吼，来买沙巴块，你们吃三百块。沙巴块，来。对啊，期待。
越来越期待接下来的这几场。对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四个人，四个人千二、千二、千二，剩五尾啦，两百五。恁遐卖一箱卖到要死啊，赚了几十块啊，那百外块、百出头块。恁遐身体健康诶。嘿啊，恁卖头甲拍诶，咱讲真诶。好，最后一个两百五啦，无啊，剩五尾俩，剩五尾俩啦。好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其实也不一定诶。啊，恁要吃无？一个礼拜比较不好，下个礼拜就变潮。我讲这卖一箱，赚百出头块，头甲拍。不过平均那个市区都蛮好的。台中市区这三场都蛮好，大甲、大肚、太平，再加上是假日的关系。我跟你讲八个吼，你家己看一个好不好？啊，电客咧冰箱冷冻的袂害，你听我意思啦吼。啊，这什么大白虾？啊，头拄好卖过啊吼。上金凤初就是安尼尔，虾啊白上初上大尾就是安尼尔。啊，不水不水，你这头啊无看到叫啥好不好？我这虾啊无青红头，你知啦吼。哦，虾啊无青红头嘛，来你这样看一下好不好？真正真正。哈、啊，真正金盘粗的，我袂使甲恁阿伯讲。重量850公克，接近金盘就对啊，接近金盘啦。哈、哦，850公克，我讲这广告真正改改了。有一个都买，上次买10000多哎，忘记了。哦，你听有啦，好来，我讲买啦，来。好，你只要想要吃有无？看那边新冷冻的袂歹。哦，只要卖过你开偌济，金盘当来算，只来600我袂甲七百。来啦，我讲来啦，哈，大姐来，我讲我来啦，我见啦。哦，真系卖七百件死人啊！吼，不如讲真正外口拢安尼卖啦。我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吼，来。我讲来，我招恁几个就好啊。来，吼，真系卖七百，大白虾啊，啊，这样子辛苦啊。啊，大姐，这个大虾，这个虾是可以的吼，够猪了啦，吼，够好吃啊。我讲真的啦，我你比一下。头多半嘛无变了用。哦，够好吃啊！吼，来，我讲这样。七八还不啰嗦，我就恁几个好啊？斤半重七八，两盒千二千四，两盒三斤重1000块，三斤啦吼1000。要食虾啊，无就一1000块，倒来虾啊1000。要爱无？1000块，卖阁加讲啊，卖讲来1000。迄落子哦，三斤1000，你有认为足贵的无？应当卖啊啦吼。来，我讲子啊，你要爱无？要爱吼，阁来吃，阁送你。四斤半1000来，啊，那就不够脸啊！好，四斤半重啦，来1000来，这边好来晒，好晒，好。我这种大只，嗯，还无啊？没有。好晒，讲吃两只就好啊。吃两只啊？就饱呀，嘿啊！这我无买三只哎，我你晒到啦。我这两盘你算无啊啦？哦，卖小米啦，好来啦哈！700块来得，700块没有了，好吗？好，700块来，好啦。两头加吃两只了。无啊，无虾啊，无虾啊，七八万。我等到骨头都干你话，干无？干无？哎，今仔可能是我这阵还袂来上车啊。没啊，今日袂做车。我今仔一定再干，车要跳袂来啊。干跳过来。可能会八月半到即摆，今仔袂上车哦。真的啊，来，坐来就来。我即摆跟你讲重点哦，坐上有喜欢的，你们讲话。我给你1分钟，好来，大姐来，这真的好吃，好不好？哦，这块500，这块400，这块1000啦，哦。300就好啊，200就好来，哦来，哦两袋卖400，开300，开200块，啊这袋搁送你200块，哦三袋200无啊，好来，因为它载多少，我好知道。200来。今天是中秋以来这三大概三个月卖最多的一次。来，八百，后来我讲啊，你们可以看封面，啊对面都是现在盖的，跳出去看封面就知道现在货有多少。你叫我卖呢，啊真便宜了吧？准备好无？备敢备？备嘛袂歹食啊，备袂歹食啊！来，来，我讲吼，安尼啦吼，我做一个结束就好啊，好无？啊，你讲要食啥物嘢无？唔，你有啥物介意嘅无？啊，有啥介意？你讲我有啥想我想互你？咱讲备，好来，我讲吼，来啦，我想要结束掉啊啦，我招恁几个来，好无？靠背啊！我看卖招你，看卖招你，来来来，蛮骚俩，对啊。豆豆豆豆豆豆花无滴卡带人过来，豆豆花我无物件要安花村，我讲老村只爱物件嘞，电锅烤的物件嘞，嘛无啥物鱼啊。咱讲别老村咧电锅烤的嘞，我讲来啦，啊只爱人吼来，啊这个是腰炖排骨啦，哦油条排骨啦，啊你食长鱼啊吼，家属要撇个长好烧，你食米酒介好食来，啊一包300，一包200，腰炖排骨你敢知呀？你若知呀啦吼，我讲来。卖只小家庭的，
哦，四个门下来，两百百五来，一百块多啊，有人吃一百块。阿拉不要么杀我？靠腰啊！我冇卖一百的，还做老贵的呢。我冇卖一百的呢。要炖排骨。花坛平日就只有两场啊。好啦，我来讲吼。安尼啦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开始，到你有改，你讲话，无下班。阿妈，卖下班啦，下班嘛无聊啦，我跟你讲啊，下班嘛无聊啦。来，我叫你几个好啊啦，是最主要是大概卖到快十点过后，人就会少。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啦，吼，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我跟你讲来啦，好白啦，白啦，卖就较济咧。我跟你讲来啦，来，我叫你再做几个就好，好无？来啦，吼，我进来，来啦。来，我讲吼，我可能讲安尼啊吼，恁这人较听无哦，唔系你敢听有？我咧讲，除非你有咧看迄落，看一支啦，啊无恁听无啦。啊，咱讲八来，我咧讲我招几个来就好来啦吼。我想要食一人买五百块，我慢甲恁加讲啊，好无？吼，一包五百，安尼啦，好无？吼，三百二块，我招少条就好来。吼，一包五百，来，吼，我招五个就好啊，吼，一个五百来，看啥物食五百块，来。怎么标对啊？吼，啊，我咧讲吼，只要我袂甲恁结牛肉啦，我袂甲恁等牛肉，牛肉恁大家拢无食。我讲真诶来，我招五个人，一人开五百块安尼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五百块就定来，我讲来，来，我处理掉啦，来啦。但是今天是最多货的一天。哦，那讲真诶啦，好来，哦，一包三百一赔五百块，我送一包中大饼给你啦，安尼好不好？我讲我招。